抓到你了。飞行，飞行角落，抓到你。爸爸，你看过飞行角落的吗？没有耶。飞行角落的飞机。那你要带我去看吗？可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那我飞在你前面，咻。爸爸，咻。那是老师，妈妈的位置，妈妈抬着走。咻。爸爸，那是教练老师。我是教练老师。教人家怎么照相，怎么照到一个小孩。你要看看他怎么从哪里打开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发光？哇，还会发光哎！这样，那还可以这样子。还可以追到你哦。下山了，小鸟要回家吃饭了。公鸡。音速弹指，吴信义的高级 Spiderman 脚踏车。你在看什么？看房子啊。看房子。那个房子有黑黑的。对呀，它破一个大洞。